压不到，收了压不到也老，租不到地了，这边没有地了。我在这边的话，这个五谷就靠我了，生活啥子都要靠我了，就有些时候我心里特别开心，有些时候我压力大。 现在不担心了，现在有信心，这个必须要这个生活下海，在老婆在这边的工作稳定的话，生活下海压到读书，读书大厦，我希望是最多，我就想一直老婆在这边，我在现在那个开路接路也可以啊，如果我出去外面不担心了嘛，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，经济也是，人也比人也好嘛，肯定，我有信心。